呈现。好，在我们的现场尖叫一下，所有在台下的朋友先打个招呼，没办法，前面一点点，前面一点点。嗨，大家好。
好，其实我们昨天发片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好多朋友来，我们今天这个新人就已经有很多人支持我们。要不要先跟我们台下说有支持我们的田馥甄的朋友，先来一个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请这个田馥甄背对着大家，请把专辑拿出来，证明我们有支持我们的新人。好，请把我们的专辑拿出来，我们先来一个大合照呢，待会呢。